手册。门把手要弄放平。储藏室要门关好，所有的门都要检查一遍。所有的水都要放完，关上。凝结是吧？电，铁电，有水。这是什么管？这是什么管？City water， 水管。这个又重啊，又不方便，所以要换。把车升起来，头抬定，站过来。头抬起来是吧？对。头抬起来，车才能进来。最后落下去以后，再扯这个台。现在这个轮胎和这个盆四个点的就成。那你知道省到什么位置就好了？大概差不多啊。
对啊，后边那个。啊，我把它放平再看。有点歪，这个车有点歪歪。我的一盆柠檬树，Thank you.
就打打等吗？我看看后边等。啊？我后边等。什么等？后车的等。你试试，左右刹车。OK。OK。啊？好。好。啊？好。好嘞。干啥？给你们忘了。